Chinese or English? 这个是哪里啊？这是中国，江西南昌。南昌？嗯。嗯，是我朋友提到过的南昌吗？嗯，你朋友？还有谁啊？我朋友是李妈兜，她在南昌蹭住了三年了。她说南昌的房屋很高大，而且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叫万寿宫。哦，悄悄告诉你哦，这里其实是万寿宫。这么神奇啊，我一直想去万寿宫，没想到我的愿望这样就实现了。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逛逛啊？当然可以啊，走吧。1595年，意大利利马窦来干偶然游历铁柱万寿宫，发现宫殿规模宏大，周围集市热闹非凡。后来利马窦在传记内写道，庙建设宏伟，里外都是做生意的，好像天天开展会似的，极为热闹。他还对远在欧洲的朋友介绍说道，南昌为江西省的首府，它的面积以我的看法应叫菲林所要大两倍，虽说商业不如广州那么发达，可街道及广场要整洁，预设南昌与万寿宫的故事随礼马都传记被介绍到欧洲。这边为什么有这个船呢？哎呀，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万寿宫啊，距今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，可以说是江西地方文化的代表性符号。随着江西人走南闯北，江油商贩的生意又越做越大，这个万寿宫的名声啊，就也随着越传越广了。并且不仅是在中国有万寿宫，在海外也有，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都能看到的身影。据说全球有1400多座呢。嗯，好神奇哟。嗯。以前的万寿宫是个热闹的集市，现在的它仍然是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。在这里既可以尝到特色小吃，逛趣味小摊，还可以观看国风表演，拍古装写真，感受它的新活力。我在这里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看着这些古代的建筑，还有跟我穿差不多一样的衣服的人，就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。嗯，可能是因为万寿宫保留这些古风的建筑啊，然后又在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了，然后就觉得好熟悉吧。是非常的熟悉。对，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万寿宫的魅力所在。原来这就是万寿宫，这里好热闹，人来人往，灯光闪烁不停。我站在这儿能感觉到历史的厚重，就像是时间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现在万寿宫更加热闹和繁华了，这片土地充满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。哇，今天的烟花好漂亮。是啊，好美哦。今天度过了一个很美好的天。 I will share the story with the whole world. Thank you. Thank you.